本节目由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特约呈现。其实啊，在过往几期马来西亚美食厨房当中，我们都学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烹饪方法的不同的菜肴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拎了一个专场，叫做马来西亚美食肉类专场。今天我们将教大家烧三样不一样的肉类美味。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Jacky， 你好。你好 Jacky， 你好。Jacky 有多年马来西亚生活经历，今天也是有几位好朋友在家里，我们来先介绍一下家人和好友好不好？好的好的。这位是我的爱人。你好。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。好朋友。对。这个平时有没有吃过老公烧的马来西亚美食的风味的美食？平时没有吃过，因为他以前烧的那些菜都是基本上是比较清淡一点的那种菜，然后这次从马来西亚回来以后做的菜我很期待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今天就跟着 Jacky 一起学做一桌马来西亚美味，无肉不欢的朋友不可错过哦。咱们先介绍一下今天有几种肉。总共有三种肉啊，一种是鸡肉，牛肉，还有肉丸。哦，那这三道是把它混在一起做一道菜呢，还是做三道菜？总共做三道菜。三道。好，我看这个鸡肉好像你已经在腌制了。对，我们开拍前你已经先腌制了。没错嘛。那这鸡用的是什么腌料呢？腌的呢？就用这一款调味料。马来西亚当地的这种香料来腌制。没错。提前腌了多长时间了已经？一个小时。好，接下来的两道菜呢？这个咖喱牛肉，用的是这一款调味料。这款调味料。Rendang， 这个马来西亚非常非常著名的一种调味料。对。那跟牛肉搭配的是洋葱吗？还是其他的？主要是这个调味料，还有这些食材。还有这些果胶，小番茄啊。好，那这个丸子的话，丸子跟冬瓜在一起，我会想到咱们中式料理里面的汤。对，冬瓜肉丸汤。哦，马来西亚风味的美食也有这样的一道菜。对。那就是那它要用到什么样的调料呢？它用的是这款调料，然后它的味道就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冬瓜肉丸汤啊。不同种类的肉用不一样的调料包，操作上自然也不尽相同。切两片橙子，先做糊香鸡。Jacky， 现在已经是我们马上要烹饪了，但是我看到你还是把那个料撒上去，要再给它按摩一道。对，这样子就更加入味。哦，之前先腌着，做之前再揉一揉，味道更进去。那是里外都要揉的吗？不用了，里面还有。哎呦，里面你还之前我看到里面还有大葱和蒜，对，都是之前塞进去的。对，这些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去一些腥味，去掉腥味。对，然后还把这个橙子也塞进去。我们把果汁挤在鸡肉的外面，然后把果肉呢放在鸡的肚子里，一点也不浪费。对，全部利用，可以很好的把味道渗透到这个鸡肉。现在我已经闻到橙子的香味了，我想这道鸡如果烹制出来的话，如果飘着这种橙子的香味，还真的是很有特点的。对，非常特别。这道菜是您在马来西亚当地学的，还是跟朋友学的？在马来西亚当地。对，我在那住过一段时间。鸡肉腌制完成，上锅蒸半个小时，糊香鸡就可以完成了。牛肉切块备用，先把酱料包里的咖喱粉调配好。那咱们这个酱是要调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比较好的？它的现在目前这种状态是最好的，因为不能太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还要在油锅里面去炒。一会儿是要来炒这个酱的。对，所以太湿噼里啪啦，那油锅没法炒。对，没错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炒酱一定要油多，不断的翻炒，防止粘锅。刚刚我在观察，其实炒这个酱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可以是不断的在往里加冷油，一点点的加，一点点加，最后到炒香为止。炒到什么程度，发现是颜色变黄了，然后闻到非常强烈的香味的时候，就可以放牛肉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来，咱们现在是先放牛肉还是先放洋葱？先放洋葱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酱料包非常的方便，因为它帮你把所有的调味的过程全部都给你一步到位了，你只用把酱料包放进去，稍微加点油炒一炒，出来这个味道绝对不会错，而且很方便。但是刚刚我们只用了一包这个酱料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还有两包。还有两包。好，我们到时候看到底什么时候用第二包、第三包啊。加适量的水翻炒炖煮，直到汁水收到浓稠。有咖喱的地方肯定有椰子粉或者椰浆，这两者绝对是做菜的黄金搭配。把第二包酱料椰子粉调成汁，倒入锅中继续大火收汁。好，咱们马上是第三包了。第三包我们看到是椰粉，就是真正的椰的果肉。椰丝。椰丝，对，椰丝。其实在吃的时候啊，
嘴巴里面嚼到这个椰丝的时候会特别的香，就嚼到那个颗粒的时候它会一下子迸发出很多很多椰肉的香味，然后和那个牛肉混在一起，这种感觉我想那就很美妙。倒入菜椒，稍许翻炒，点缀颜色的同时又可以搭配口感丰富营养，如此一来马来西亚风味的咖喱牛肉就可以上桌了。汁水收得很干，更好地把味道锁进牛肉里面，再加上椰丝的清香，绝对的重口味。此时糊香鸡也蒸好了，最健康的烹饪方式，锁住最好的营养。糊香的味道究竟有什么特别，还得您自己做了尝了才知道。来 JK， 刚刚两盘已经好了，现在最后一个汤哈。对对对，这个汤它的这个关键点是在哪里呢？这个汤的关键点呢，主要是在这包料上。哦，这个用拆开吗？不用，不用拆开，直接放进去。对对对，直接放进去。就跟泡茶一样啊。对对对，我来闻一下这个味道。哇，这个味道很提神呐、啊，因为有非常浓的这个白胡椒的香味，然后应该是融合了很多不一样的香料在里面融在一起，香香香。来，咱们煮吧，就直接扔进去和这些食材就行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哇，这真简单啊，真的是，煮汤是再简单不过了。葱姜起香，所有的食材一同放入，香料也不需要调配，只要放些盐煮熟，方便又简单。不到一个小时，一桌马来西亚风味的菜全部做好了，鸡肉、牛肉和肉丸，最符合无肉不欢的朋友们了。这三道菜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道呢？我最喜欢的是牛肉。牛肉，喜欢吃肉是吧？对的，肉食动物。但这个牛肉它的咖喱烧法好像和一般的这个咖喱牛肉是不一样的。对的，它不像那种炖出来的，但是有一种椰香味，味道很好。其实我很好奇是这个鸡啊，因为这个鸡肉它在蒸的时候里面塞了橙子，然后有橙香的鸡肉吃上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？就是它除了有这个鸡肉本身的这个鲜美以外，带有一点这个果味的清甜，会给人一种非常清新的感觉。就是也盖掉了鸡肉本身的一些我们印象中的味道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如果说您也喜欢马来西亚风味的美食的话，看完这期节目我相信您也是受益匪浅。那么如果说您想学到更多马来西亚美食的烹饪方法的话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马来西亚美食厨房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本节目由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特约。